好啦，我而家喺创变路呢度，转翻入去正南路呢度啲内街。出面呢度系东风路。紙行呢條，這個我真係好似未點聽過。話錦榮街啊、小東營呢啲就好出名。這個叫怡德大廈。一个写字楼，就入咗道府街，呢度外面东风路嚟。呢个角度去睇下。哦，呢度可以望出去裕华路。呢啲幾好啊！啲麻石仲喺度啊！好耐啊！豆腐，哇！呢度啲屋，呢啲可以两边穿，可以两条街度过。
入呢啲行睇下。我都系属豆腐街。受區衛生健康局現在這裡呢什麼都負責制，每條街有什麼獎什麼獎，河有河獎，街有街獎，我出翻嚟呢个医院隔离。我喺锦明街要入翻去先。拍拍呢啲舊屋，呢度仲要分東西中左。
我一般都是建是前座后座的多。个雕像一家三口，广府原点人文化长廊，广中路小学，我谂呢度嘅街坊肯定都系读呢间。就好似我以前屋企咁。隔篱就是学校，我小学一打钟我就听到了，跟住眼保健操、广播操，落放学，上翻学放学时候，条街就塞晒人嘈，好嘈。在那等放學的家長，广府文化会馆，
翻呢個錦榮街。呢样叫社区公园咁，睇埋呢個清真寺先，講呢個清真寺係好似明朝時候就有嘅，我呢個係入唔到去參觀嘅，喺外面呢度影一影。先喺里面行入嚟，我而家喺翻月华路呢边行翻入呢个小东营度拍一拍。我知道。呢度个329纪念馆喺度仲装修紧，而家喺度。书院
拍一拍呢個歷史建築。好啦，咁呢度正南路呢一个就到呢度啦，拜拜。